我跨，嘿，怎么动起来了？放我下来！快啊！是啊，之前有人说不相信我，还在大众面前说什么我是个骗子。哎呦，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礼貌了？随便说人家是骗子。没有礼貌。不要理他们。赶快帮我把算盘找回来，拜托了。可惜啊，我没有吃过天上的甜品。听说天上的甜品比人间不知好吃几百倍呢。红苹果，你有没有吃过啊？当然有啦。你吃过天上的甜品？闯祸了，太爷爷，我本来啊也是很害怕进皇宫啊，但是我用我这聪明的脑袋帮皇帝找到了玉玺呀。哎呀，阿爸，你呀只是运气好，刚好戳破左右丞相的诡计。哎，你别这么自大，好运气啊不可能跟着你一辈子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要惩罚你！哎呀，要我下去吧！哎呀，阿爸，太爷爷啊，之前就告诉过你，做人要诚实，要脚踏实地。哎呀，你就是不听啊！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哎呀！Ha ha ha!